大家好，今天讲的题目是金钱怎样考验我们。我想每一天大家都在受金钱上面的折磨煎熬，考验我们太多太多的事情，考验我们的亲情，考验我们的理智，考验我们的种种的行为，跟我们的道德，都是金钱在考验我们。但是呢，这样的一个考验呢，曾经在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。听好听好，心理学家获得诺贝尔的经济奖，经济学奖。那个人叫做 Daniel、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 Daniel， 他呢把第一次把心理学跟经济把它做一个呢这个结合在一起做研究。他研究什么呢？他呢就是呢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的来判断决策呢，提出呢人类啊对于钱这个事情啊，他怎么样呢再做一个不对等。他的结论是这样，我就简单讲，因为前面太冗长了。他的结论是，人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。哎呀，这是他的结论哦。比方说哦，我们去想想我们自己的行为哦。你要收到别人的钱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少收一角，就是你还没获得嘛哦，少收一角。但是你要你付出去的时候呢，要你多付一角呢，你都不愿意，然后呢，我们很多有钱的人已经很有钱了嘛，获得很多钱的人，他很容易就变成守财奴，但是没有钱的人呢，他却不会去幻想成为富翁，会幻想，但是比例上没有那么高。就大部分的有钱人，他会变成守财奴，因为他已经获得了，所以呢，他呢最在乎他已经握在手里面的东西，他已经得到的东西，有钱人嘛，他变成守财奴。可是我们大家没有钱，你跟我啊，这个我们的蛋饼啊，我们的气质，口袋没什么钱，可是你会每天幻想说，哦，我要家财万贯，我要是谁谁谁的后代继承人吗？不会，因为呢，那个东西你还没得到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，这中间差别在于，这个钱啊，你已经在你口袋没有，在你口袋的。你呢死都不放，对不对？假牌恶拽，但是呢，你还没得到的时候呢，你呢会去赚，可是你会努力去赚，可是你会拼了命去赚吗？不会，你会拼了命呢去保护你已经赚到的钱，可是你不会拼了命呢去这个什么去赚那些还没赚到的钱，你会努力去赚，可是你不会拼命了啊！我讲了拼命哦，拼命跟这两个人的差别是不一样的哦。所以啊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钱啊，本来是我们人自己印给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人钱是本来钞票就是人类印的嘛，当然你要去赚，但是它开始有这个流通跟交换这些价值的功能的时候呢，它开始呢无情的左右我们的思想跟行为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呢，你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？你是贪婪的还是呢知足常乐的，其实都在于你对钱这个东西啊你的看法怎么样，是你在左右钱还是钱在左右你自己。这个事情呢后来我就觉得，是钱可恶吗？其实不是，钱根本不可恶，而是人类自己可怜。提供给你参考。